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z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Get either.各位 Women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星期四9点钟又来到我的节目了。说出你的使命，感动自己，影响全世界。我是您的主持人安妮。嗨，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今天大家看到这一个主题哈、我从来都没有一个嘉宾是分享过这个环保的课题的。那现在我觉得这个环保的课题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刘慧官博士是在我们现场的，那我们来我们的镜头欢迎，和我的现场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欢迎刘慧官博士今天来到我们的 Live Show with Annie。 刘慧官博士你好。 Hi, hi, 你好你好你好，马来西亚伟大的发明家，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都是要努力了，要努力了。我看你发明了有七项这个专利，那么多的。嗯，是啊。那么，我做这个研发是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开始。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研发。啊，做研发。那么一做就做了，现在是2019年，就是17年了。啊，那么这17年以来都看过不少的那个讲啊，那个碰过不会少过，因为我做了七项的那个发明，那么七项的发明都会很多那个起起落落的那个碰到那种问题，问题就是讲，当你要做的时候，你第一个概念我们要怎样开始？开始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东西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的拉回了的，你一开始就要走完整个那个研发的那个过程。你是不是很小就已经很喜欢发明东西？是啊，小的时候很喜欢 more on technical 这样咯，比较喜欢用手做到摸到那个东西，就要等那个
感觉出来的那个效果，嗯，其实是一个蛮挑战一个领域来的，做这个研发，讲讲呢，当你有时候你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研发一个东西，嗯，那么那三个月的时间呢，只是等那一刻罢了，嗯，啊，那一刻就是讲呢，你用了很多金钱，嗯，用了很多时间，嗯，用了很多那个心机，嗯，然后那一刻出来的效果没有，就等于你三个月里面的那个整个心情都丢下来了。就好像爱迪生以前发明电灯泡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灯不能着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是想怎样讲啊，你就要重复再来多一趟，嗯，这种重复呢可能是100趟，可能是300趟，嗯，可能是你永远做一个研发都没有那个效果出来的，嗯，那么就要靠怎样呢，靠就是发明有，我时常跟人家讲发明有五大要求，嗯，那么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所有的时间都要放在一个那个研发室那边，嗯嗯，啊，我们不可以跟一般人的那个生活一样的，嗯，啊，你看一般人的生活，他们有的去玩啊，也连尾去吃风啊，嗯嗯，还有找朋友喝茶什么。当我们一投入一个科技的时候，那么开始就是你整个时间要放进去。第一，第二，你的钱财，嗯，因为发明很多人都是讲它是一个无井的洞来的，嗯嗯，啊，无井的洞就是讲可能你丢了钱下去又没有了，丢了又没有了，嗯，啊，那个钱财那边那个 support 要很重要了，嗯，那个支持。第三就是我们的时间是24小时里面都不一定哪一个时间开始的，嗯，因为要等到那个概念一来，那个 idea 一来，可能是晚上，嗯，睡觉的时间3点他来了一下，你就立马要起床，就要记录下来明天要做的东西，嗯，啊，研发就是很像一个无形中会很像有一种第四空间，有一点东西，嗯，输入我们，很像其实我们人跟那个电脑是一样的，到那个你看那个 Bandom 1 Bandom 2也是一样的，如果那个脑里面你没有那个概念，你是不会做那个东西的，嗯，就是很奇怪的，在另外一个空间它会来到一个东西，就是一刹那你要记录上来，就是讲等于我们的时间是没有肯定的时间的做研发，那么第四就是你完全没有 income， 嗯， income 就是讲我本身是做这个车业的嘛，嗯嗯，就是 car service center， 嗯，那么就好彩我在2002年就已经上了轨道，我的生意，那么上了轨道的时候讲一点点小故事，嗯，这是真人真事，上了轨道的时候在2002年，嗯，那时候我开了大概有9间那个车行，嗯，那么开完了那个生意已经稳定下来了，然后我就去开始讲退休，嗯，2002年我退休，2002年就要退休了啊。那么我退休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什么问题呢？就是那时候你几岁呀？2002年是32岁，32岁就要退休了，是好羡慕，因为退休是给我的那个股东逼出来的。哦，啊，怎样逼呢？因为我的人做人是这样的，我要做那件事，我一定要投入的，很投入做一件事，嗯。如果我在那间厂看住那些工人还有我的那些股东，我会投入做要做他要做的东西的，嗯，他就觉得我很麻烦，一路在骚扰他们，然后他们就提议了，开股东开会就提议，嗯，不如你就退休了，嗯，因为所有生意都是我自己的，嗯，都是我自己，那些股东都是跟了我，开始他是跟我打工的，做了10多年，有一些做了20年，嗯，我就给了股份他们咯，因为人事是一路一代传一代的嘛，嗯，啊，那么当他们可以当得起一个领域的老板，就放手给他们，嗯，啊，那么那一年2002年我休息了大概是6个月时间，嗯，那么那个6个月呢很够力的，因为无端端停下来，嗯，就讲呢勒令退休，嗯，啊，是可以这样讲，嗯，那么我有一天我去买一台车，嗯，那个
那个 Toyota 那个不是 Alphard， 是那个 Estima。嗯，我就去 Toyota 那边拿车。嗯，然后我拿车的时候要上楼上签一个名。嗯，因为要个名什么？嗯，那个楼上那个楼梯大概是有27步。嗯，这样高啊！我走路走到一半罢了，我要停下来，完全都没有力了，整个人。嗯，因为停了半年没有做东西。嗯，啊，然后就上到去的时候很喘啊，那个气就。知道自己不可以停的，嗯啊，那么刚才讲到第一次不可以停，就是回来我就开始要做第一个研发，嗯，第一个研发就是那个叫做 HPDS， Hydraulic Power Drive System， 啊，就开始研发那个东西，中文叫什么？那个液压，液压发动机一样，发动机，液压发动机，那么就从2002年。中就开始做这个研发，嗯，简单来讲，你做研发的时候完全是没有 income 的，没有收入的，嗯，完全是没有收入。嗯，你要达到那个要求才可以做这个研发咯。嗯，那么第五就是可能你生命要放出来的，怎样讲生命要放出来？嗯，因为做研发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去碰的。嗯，啊，还有做研发的时候就怎样讲啊？嗯，你不可以。交代人跟你完全去做研发的，嗯，那么那个人就是发明家了，不是你了。啊，对，意思就是这样讲。意思是刘博士想带出的讯息就是，发明家都是要亲力亲为的。对，嗯，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东西就亲力亲为去做去研发，嗯，整个概念弄出来，我们要做什么，怎样开始，嗯，啊，开始的时候第一步是什么来的，嗯，因为研发它没有一个目标的，嗯，很像产品来讲，产品就很容易，产品你买回来，它肯定有那个说明书了嘛，嗯嗯，啊，说明书来，然后它会教你怎样用，嗯，啊，你坏了的时候有那个技术人员会过来跟你修理，嗯，研发是从零开始，你没有路看的，就是你要去。牺牲五个东西来去做研发的第一步开始，嗯，那么就在2002年，那时候做了大概是4年，2006年我就做了第一个成功的一个啊，那个 HPDS system， 嗯，就是那个液压发动机那个做出来，嗯，那么做出来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啊，那个马来同胞，嗯，他就过来看我那台车已经在。启动了，可以用了，然后他就跟我讲，哎，这个东西不错啊，很创新，嗯，然后他就叫我讲，哎，不如你去 Silim 看一看，嗯， Silim 就是如果讲华语就是那个验证公司一样，嗯嗯，啊，马来西亚规格认证部门， 规格认证部门，嗯，然后去到那边就去找一个部门来看看这个东西，他看了，嗯，哎，不错，这个东西蛮创新一下，嗯，然后那个部门就来跟我，做那个审查，这样啊，审查了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嗯，他就讲，这个东西不错，你就去政府那边拿那个发明奖学金啊，嗯，我们叫做 grant 哦，嗯，grant 怎样讲那个话，奖业金、嗯，啊，发明奖业金。嗯，然后就2008年他就批下来给我一个就是。啊，300万那时候，嗯，啊，政府给300万，就开始就很投入在这个研发的这个领域。就2002年，2002年是开始做，开始做到2008年，坚持了6年。啊，坚持了6年就开始拿到政府的那个奖业金，300万的奖业金。啊，然后就。嗯，从那边就对于这个环保就很有兴趣，嗯，因为我们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前期我们用的钱都不止300万的，嗯嗯，啊，因为我研发6年的时间，你刚才我讲那个五大要求就是你完全没有的，嗯，我们赚到的钱回来一般都是丢回去那个研发的那个过程，嗯嗯，就是从那边2008年的时候开始就投入了。计划做到6个那个讲那个新的科技，嗯，啊，同样时间就刺激了6个新科技，就要怎样去启动啊？嗯嗯，
非常棒。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我们等一下会聊到拯救地球，人类唯一的家。嗯嗯。那么这七项里面当中，包括那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液压系统，那个发动机是装在哪里的呢？哦，那个就是过后就研发出来，它变成了一台那个灾难救护车。哦，那么那个灾难救护车就是这个2012年的时候跟政府一起 launch 嗯，政府就是那个部长来跟我们做那个 launch， 就是推广嗯嗯嗯，那个时候就跟政府一路在配合做那个研发，就是那个发动机要装在那个救灾车对，灾难救护车。嗯，那个救护车它是可以下水的。它可以在水里面跑，它有七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它可以在水里面跑。五尺到七尺的水里面跑。第二，它的功能，它可以很像那个，那个救火车这样。可以喷水的。那么我们是一台发动机做七个功能。哇。一台发动机罢了。它不用在那个灾难的地方，它不用分开的。一般灾难如果淹水的地方来讲，它一定要有一台那个救火车咯，一台发电车，一台罗里，一条船，它肯定要准备在那边，是准备做那个灾难的救护的。那么我这台车里面一般要的东西都齐全在里面。你要水的话，它可以喷水喷水救火咯。你要电的时候，你按一钮，它就会发电。它发的电是两万五瓦，那电已经比给那个灾难的那个当地用已经很够了的。还有它可以拉动那个灾区里面的那个肮脏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一个石头啊，一台那个巴车啊挡住路，我们可以将它拉出来。因为我们的拉力有可以拉到70吨的重量。然后它也是有那个 sonar system， 我们在水里面跑的时候，它可以看到水底的。因为水里面跑你看不到路哦，灾难有要很小心哦，因为我们有做过 actual 在机能单，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现场，现场就是当你的车在水里面跑的时候，我们不是船啊，船是浮嘛，那么我们的车是在那个地下里面跑。那么比如说前面有一个沟渠，有一条河，有一个洞，你完全看不到的。就是要靠我们那个 sonar system 就 detect 那个地方，就它就会看到那个水底里面有什么东西了。然后灾难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灾难。灾难真的是很像一个区域的末日来的，这是真人真事。当那个灾难的时候，晚上那个时候那个机能单是整个州都关完电了，整个机能单整个机能单州2014年的时候的大水灾，应该是2014还是2015，应该要看回那个报道。那么你要知道晚上他们的日子会怎样过的，很可怜他晚上的日子。晚上灾难是这样的吧，晚上你没有一个灯，没有太阳，你会冷的。很多人的那个身已经湿了。你一个位置给你坐都没有的。没有可能你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沙发啊，什么一个床给你很舒服的睡觉是没有的。还有他们大便小便是很麻烦的。你看你可哪里可以你沉下去水里面大便呢？不可以的。他们要怎样大便小便呢？很麻烦的事来了。他们就要贴那个桌子，一个一个贴到高高，人上去上面才可以大小便。那时候是很肮脏的，你看啊，那个电没有了，你怎样煮呢？没有的煮。你住的家都是它最高可以淹到差不多30尺高。它的高度30尺高，30尺是超级高了的。差不多那个 petrol station 那个油站的屋顶这样高。那么人呢，又没有了车，又没有了睡，那么他们会发烧的。发烧你想搞呢，又没有药车。很多其实很多人都不见了那个时候。过去灾难回来的时候，我们回去看很多那些一家一家的人，我们找回那个村的人，那个人都不没有在了了，去了哪里都不知道了。那时候晚上他们一支那个蜡烛
那我们生的蜡烛，嗯，灾难的时候也是有人，可能不是讲要钱啊，他们要有一人逃命的时候最快拿到的东西就是先前他们在手，嗯，那些金的东西都在手的，嗯，然后他们拿来换什么呢？蜡烛、面包，嗯、哦，啊，就是很多人没有进过去灾难那个大灾难的地方是。其实你进到去就等于是那个地方在末日，嗯，你晚上真的小的时候我们父母跟我们讲，当那个末日来的时候，你看十个手指你放住，你看不到你的手指了，当时那个情形真的是看不到的，嗯，晚上你哪里的手指上来看不到的，就因为它一粒灯都没有啊，周末我们晚上会看到那个看到我们的人影，就是有那个街灯啊，嗯嗯，还有很多地方都有放在招牌什么，嗯啊，当那个灾难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它不可以开电的，陷入一片黑暗。对，没有电会造成怎样呢？又没有水了，嗯，因为水要靠电泵上来，嗯，给我们用水了，那个水又没有怎样搞，又没有水喝哦，嗯啊，那么他们一支矿泉水那时候是20多块小支的。那个矿泉水他们不是来喝的，嗯，他们来点一点，嗯，就省住用哦，嗯，因为灾难是每个角落的人你找不到了的，它是一片海一样了，嗯，它已经淹到一片海，那个政府也帮不到这样多了，没有可能他帮到了，嗯，因为哪一个角落有人，哪一个角落没有人，他不知道的，啊，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 MRV 就跑进去那个水那边，就跟那个Titanic一模一样。那时候、嗯、怎样呢，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就开那个电筒，嗯，看照那个旁边有没有人哦、嗯、真的有人在叫的、哦、那么叫那种人我们就停车，就揪他过来上我们的 MRV， 嗯，然后就给他尽快给他测东西哦，嗯，测和水给他咯，�啊，有一些是发烧发了3天了，嗯，啊，我救到有5个，一家人有父母还有3个孩子，出来的时候是15个 km 嘛，从救到他出来是总共跑15公里。嗯，他一路在哭到很够力，出到外面他已经那个救护车已经来 standby 在那边救他们。原来他发烧是40多度。嗯，啊，那个小孩子，其实如果那个晚上我们没有救到那家人啊，他的孩子就没命了。嗯，啊，就是讲在现场我们看到的东西，讲啊。没有发生过灾难的人啊，他们很幸福。嗯嗯，不过那个幸福，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活住很幸福的地方。嗯嗯嗯，所以在灾难面前，很多东西都是无价的，连一个水、一个面包，甚至一根蜡烛，可能都要用很昂贵的财富来对才可以换取。这个是肯定的。嗯，就是讲啊，我们就。看到那一幕，你可以想象到未来的人类，如果我们碰到大的灾难来，我们会怎样呢？嗯，你怎样去救他们呢？对啊，灾难有时候是这样的，你不要等到他来的时候我们才去做那个防备的那个工作，其实要提早做。嗯啊，来到的时候做是没有用了的，太迟了。 嗯，不只是马来西亚啊，你看为日本，嗯，日本应该是2014还是2015年呢、啊？嗯，那个苏拉米，应该是2014、2015，也是靠近那一个时间。嗯，你看那一个晚上，他们死了几多人？是几万人？几万人？啊、嗯，那个晚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过程是这样、嗯，那个晚上肯定有很多大老板在那边开会。嗯，啊，在那边。计划他们明天要做什么？嗯，他们拿了几多个订单，他们要 deliver 送货给人家，他肯定有一个计划的。嗯嗯。啊，明天我们叫做意识活动，意识活动就是想我明天要做什么，这是肯定的。嗯。他哪里有想到一个晚上所有人的灭亡？你可以想象到吗？是不是？天灾。嗯。没有得预测。啊，是，嗯，没有科技可以预测到它来，它什么时候来啊、嗯？很多人讲啊，那个海那边放那个 siren 啊，嗯，那个提醒，其实是灾难要来的时候，它不会跟你讲的，嗯，你用什么科技来
挡它都挡不到的。嗯嗯，就是我们要知道灾难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一点什么，先做好准备。嗯嗯，好，那么我们喝水一下。 OK OK， 好，我们来看现在有谁是在线上的。 Hi Joey Nelson 还有 Jordan。 嗯 OK， 好，那么如果等一下我们所分享的东西有感动到你的话呢，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把这个连接分享出去，或者是你可以在下面问我们一些问题。而如果你要鼓励的，也表达你的鼓励的话，你可以放上一朵鲜花或者一颗爱心，谢谢。 OK， 在灾难面前人类何其渺小，与其等待灾难来临，不如提早做好防范的准备。是啊，所以刘博士，你的使命就是研发，尽可能将自己的生命都用来研发一些可以可以拯救人类、保护地球的一些这个科技。对，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人已经中了一个最难搞的灾难，就是我们的那个地球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就是对我们人类每一天的活动。在4年前我去台湾一个叫做真修科技大学，他们也是有访问我，那时候他们的报纸也有登过关于讲到这个环保的东西。那么那时候我就跟一个朋友在那边谈天，那个台湾人他讲现在的世界是很难搞，就是他对于环保很有兴趣那个人。然后我跟他谈天，因为我们住那个地方是那个 Airbnb 嘛，Airbnb 那个老板就很 friendly 的，他就下来跟我们喝茶谈天早上，然后他问我做什么，我讲我是做环保的，他讲这个世界现在的问题这样多，就是也其实那个我忘记他姓什么，那个人，他讲真的这个活动太快，让我们谈到那个人类的活动真的太快。因为现在有74亿的人口，那么就每一个人都每一天他都有他的意识活动，意识活动就是讲明天我要做什么，比如刚才我过来你们的这个直播室，肯定我们要驾车嘛，一定要有一个过来，那么它会产生什么？它会产生那个温室，它会产生二氧化碳，这是肯定的。我们人类要多一点懂得什么是环保，要搞清楚环保跟环境是两个故事来的，环境是怎样讲呢？环境是干净，干净就是讲卫生，那个卫生啊，垃圾不要乱丢啊，或者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孩子，那个垃圾就放在手里拿回去家里丢，那个是可以做到的东西来的，那么二氧化碳和那个温室效应是最难搞的环保那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有了这个世界有了人过后，然后我们人就利用我们的这个地球的那个资源，那个资源呢来做什么呢？就是要达到他要的目的，很像我时常讲的这个世界，你看英语叫做 hardware shop，我们华人叫什么？五金店。周末会叫五金店。我拆开那个话题一下。五金店就是五个金嘛。你要搞清楚什么是第一金，什么是二三四五。第一金就是那个王金。我们讲那个红山文化的时代，讲回去5000年的时候。那么5000年以上那个叫做红山文化，红山文化那时候的没有科技的，完全你讲什么灯泡啊，爱迪生发明这个电都是270年左右，那么270年左右的时候他没有电嘛，那个人类活的是什么呢？他利用那个木，利用那些水咯，那么讲回5000年那时候，他们就找到一个矿物，就是黄金，黄金就是第一个矿物，我们知道矿物
等你找出来的时候，你来那个过程来煮了，它就变成了一个金属嘛。嗯。啊，第一金就是黄金，第二金就是银。嗯。啊，银就是，黄金是打造了现在的世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那个金融。嗯，你看金融做么它会叫金融呢？嗯，它不叫乾隆还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带下来的那个历史是没有改过的。嗯，金融就是第一金嘛。嗯，第二金就是银咯，银就是我们人民交易钱的。嗯，我买东西我给你钱嘛。嗯，啊，那时候在中国来讲是那个清明朝的时候，他们叫做银元嘛。嗯，啊，银元是银来的嘛。嗯啊，那时候古代是那些银是怎样的，是一粒一粒烂烂的。嗯，他找那个金属越少越值钱嘛。嗯，他就拿那个金属来做买卖。嗯啊，你看那古代的戏，他们都是一粒一粒那个金那个银的。碎银啊，银就是来做买卖咯。嗯，那么我们开始才有生意做嘛。嗯嗯啊，那么你有了黄金，黄金是皇帝控制那时候。嗯，黄金是皇帝来控制他的金融了。嗯，然后啊，人民就是用银了。嗯嗯，然后下来有了这两个了，然后人类很聪明的。嗯，一路他们的头脑会一路会跟进，一路会进化的。当他们进化那个过程，他们又在想了要建国。那时候，嗯，建国的时候你看回那个两千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是整个世界都是在打的时候。嗯啊，2500年左右，他们整天都是在打，是建国。嗯，建国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铜。嗯，你看为古代打仗的时候都是用铜的。嗯，对啊，因为铜比银更硬。嗯啊，那个银比黄金更硬。如果你用黄金来做那个武器是没有用的。嗯，因为它的硬度不够。嗯，铜的硬度比较够。嗯，那么发明了这个铜，它就全世界的人的就开始建国。嗯，建国就是打仗了，那时候全世界在打。嗯，就建了啊，这个是这个地盘是你的。嗯，比如说中国整个大陆是中国人的。嗯，西方是西方的，他们慢慢就建自己的国家出来了。嗯，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类进化的一个过程来的。嗯啊，这个过程就是建国过后大家都稳定了。嗯，要什么呢？开始要企业。嗯啊，企业你要建造什么？建造房屋。嗯，你看你建造房屋要一定要用的材料是什么呢？嗯，那个高楼大厦你肯定一定要用到铁。铁没错。嗯，你没有铁你怎样用那个高楼大厦呢？嗯啊，就是他们就去找那个要发明那个这个高楼大厦出来，就用发明了这个铁。嗯，啊，那么铁过后，整个世界都看到那个高楼了。嗯，啊，那么就在100年前左右，他们发明了什么呢？又 net 什么那个 net 啊，那个 net 啊 ，net 就是那一种很像那些我们叫色啊，很像那个电箱的电脑，你烧的时候不有一个 net 吗 ？Aluminium。不是 aluminium 来的，它是镍比较软的。嗯。啊，镍，对。现场观众知道是什么吗？镍，就是那个蛇哦，我们叫蛇。哦。镍是一种稀有金属。嗯。稀有金属，它是属于惰性的稀有金属。对。就是像不锈钢里头，我们就多少镍的镍，它那个不锈钢的品类是按你含镍的。对。来定位304201。对。304A。嗯。嗯，对，那么他们找到这个，对，嗯，找到这个镍，因为镍它的温度不高，嗯，温度它只是用那个火来轻轻的烧，给它一点高温，它就融了，嗯，它融了过后，它就可以做电板，嗯，就可以做电子，嗯，比如说我们用那个烧焊的那个铁，嗯，来烧那个电板，嗯，是做不到出来的，因为它的温度。它的那个我们叫做它那个 M， 很高的，你一下去那个整个地方破都烧了了。嗯，你怎样做到电子出来呢？电子就要他们就那个发明家一路去找这个矿物，嗯，就是镍的最后那个，嗯，找到那个我们用计算机，然后有了电话，然后他有了电脑，然后他有了微信，
才有了我们的今天的高科技的世界、啊、就是我们叫做五金店，嗯，他已经找到这个五金出来了，嗯，所以也谢谢，嗯，是吧，非常棒，也谢谢现场观众刚才给我们的、回答。张总呢是今天专程从、中国飞到马来西亚，然后今天当我们的嘉宾，所以很荣幸可以见到你。谢谢。那么你看啊，人类就有一点奇怪了、其实人类就是一个过程来的、当有了这个镍，然后他们就打造了很多新科技，然后新科技它制造了什么出来呢？速度，嗯，速度又快了很多了。刚才我讲了的，我们现在人力有75亿，靠近75亿的人口。那么当那个速度快了，生产又快了，嗯，人的欲望多了，嗯，啊，那个麻烦就出来了，啊，你看你整个生产的过程，你看我们人每一天要吃要用，嗯，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不需要的，不过因为有了这个网站，嗯，有了那个降快的速度，可以你去再订东西什么，那么那个厂家就大量的生产，嗯，当那个大量的生产的时候，它会产生了什么呢？二氧化碳肯定有了、温室效应肯定有了，这个是避不开的东西来的，嗯，你看你生产东西一定要来烧的、对，比如说我们一个 plastic 来讲，嗯，它都要大概是150度左右，他就弄那个 plastic 出来了、那个塑胶弄出来了。那么当他用电弄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问你，电是从哪里来的？我今天发现我跟科学家讲话有点非常深奥，啊啊、电从哪里来？是，它电是这样的。我们的在马来西亚来讲，我们叫做那个 power plant， power plant 就是我们的发电厂。嗯。那么一般拿到最多电的是用什么科技来拿？就是用烧煤炭。烧煤炭啊，因为烧煤炭是这样的、煤炭你烧下去，你可以算到一吨煤炭烧到几多电，它已经有了一个数目的，它跟那个太阳能是不一样的，太阳能你还要等太阳，不一定每天有太阳，那个你预算不到，就是来烧的是最准的，因为人类每一天用几多电，那个政府已经有了一个记录，它不可以停电，一定要准备烧煤炭，那么烧煤炭那个过程你想象一下，原本那个煤炭好好的在那个地下里面的，我们人类去挖它出来，当它燃烧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它就是需要那个氧气，这个我知道。它一吸到氧气，它就发出了是什么呢？温室效应，二氧化碳，它就放出来了，那么当它放出来的时候呢，谁撤呢？我们人类撤回了。这个过程是很难搞的，人类的过程是很难搞。那么我们人类又撤回那个二氧化碳，你看现在中那个癌症的人，中那个心脏病的人，有一些人都很照顾身体的，专门他会中呢，因为那个叫 molecule 就是那个分子在空气里面很小的分子，它已经掺入了那个二氧化碳，我们原本的空气大概是要在90度是最美的，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二氧化碳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中子不会上来，因为我们的中子，我们的菜，我们的树木一定要吃二氧化碳嘛，不过那个二氧化碳不可以高，它要保持在100度里面就是最美的世界，那么现在你看一看最近我们的国家在这个8月的时候，我们的二氧化碳去到400点。你看我们人类活住一个什么地方？其实人类有很多问题，他们搞不清楚。很多人其实很有钱了的，他们要打造他们的身家更多，他们就讲啊，没有放过一个任何的他们自己的欲望，其实他们的欲望来的。他们的欲望就是打造了二氧化碳。你看，可能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已经播放出来可以讲。印尼那边烧那个森林的时候，你看它放出了几多吨的二氧化碳。原本那棵树是吃二氧化碳的嘛。对。你去烧它，它就刁转了了。这个叫做恶性。恶性就是讲呢，原本好好的。你去弄它，它就变成了原本我们的身体是好好的，
你没有好好去照顾它，嗯，我们碰了二氧化碳，它也是跟着你变一个恶性出来，变很多那个肿瘤出来，嗯，因为那个空气的分子，我们呼吸进去的时候，比如说这杯水，嗯，这杯水，我放一点那个柴油，就是我们的底色，叫放我唱一点，放一点柴油喝下去，你会吐的，嗯，因为它的分子很大。进不到我们的血管，进不到我们的细胞，嗯，这个人类一定要知道的东西来的，嗯，我们会吐，我们会泻，那么就没有了哦，嗯，那就好了哦，嗯，二氧化碳你放不到出来的，嗯，它是跟空气一起吸进我们的肺，嗯，然后我们的肺的作用是做什么呢？就是打造氧气嘛，嗯，那么你吸氧气和这个二氧化碳一起吸进去的哦，它就直接进了我们的血管。嗯，它就破坏我们的细胞，就中了很多想象不到的病，就是从二氧化碳那边来的。嗯，可不可以说，嗯，二氧化碳也是导致人类会有癌症的其中一个因素？癌症所有的奇奇怪怪病，嗯，因为我们人类原本你看啊，上天给我们这个人类的肉体，嗯，其实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构造的。嗯，它原本里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造，那个构造就是讲，我讲回远一点点了哈，嗯，我讲回去137亿年前，嗯，那时候宇宙都还没有，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137亿年前啊，宇宙大爆炸，嗯，那么宇宙大爆炸的那个过程，它就造成了很多那个星系，嗯。信息就整个宇宙一路在膨胀嘛，啊，那个信息就很多出来了。嗯，那个信息是人家小小的时候我们时常都唱歌哦，满天星星数不清。嗯，其实那个时候怎么会唱这首歌呢？嗯，就是古代我们还可以看到宇宙。哦，怎样讲？古代看到宇宙，古代没有二氧化碳呢，啊，肯定你看的，嗯，看那个晚上看是通的，嗯，你可以通去宇宙的。嗯，看到宇宙很清楚的，现在你还看到宇宙吗？没有可能，因为那二氧化碳太多了，你怎样看呢？它已经蒙蔽了我们世界的人。嗯，啊，那时候就很多信息出来了，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现在住在哪里。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活了99年，其实你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嗯，因为这99年你什么都没有做过。嗯，其实很多东西你又不懂，嗯，啊，你怎样来到你又不知道，是不是？怎样来到呢？你父母生了你，嗯，你问回你父母，你做梦会来到，你父母会跟你讲你的爷爷生我咯，你问回你的爷爷是谁生你的？爷爷讲爷爷的爷爷爷爷生你啦，嗯，啊，是不是？这个是定律来的，这个是不可以改的东西来的。嗯，其实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它产生了很多那个星系，然后。就有了一个叫做太阳系。嗯，太阳系在哪里呢？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嗯，那么银河系里面有很多个卫星，卫星就是一团星围住一起转，围住这个银河系一起转的，嗯，一起跑的，其中一个就是太阳系。嗯，太阳系有一粒叫什么呢？地球。太阳，地球，哦，地球，啊，太阳系就是太阳，就是有了我们一粒地球。嗯，其实我们人类啊，当你一天知道我们人类来到活住的意义，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嗯，我刚才讲你来都没有来过。嗯，就是你来过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样来到。嗯，然后你吃了90年的饭。嗯，我们叫做吃米人。嗯，吃米人，吃米人，吃了90年，然后跑了都不知道什么，他又生了下一代出来。嗯，下一代都不知道怎样搞，又现在下一代更难搞，就因为他碰到这个二氧化碳，他碰到温室效应，你怎样搞？那么讲回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里面9大行星，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地球。嗯，是45亿年前，我们的地球也是要进化的。嗯，开始我们的地球可能那时候它的二氧化碳是1000度，嗯，可能是10000度。嗯，那时候没有人类的。嗯，可能它的热度是1000度以上，也是没有人类的。嗯，它冷的时候可以冷到1000度以下。嗯，
你看现在九大行星里面有哪里一粒星球可以住的？没有一粒星球可以住了，唯一我们一粒可以住就是我们的地球。嗯，啊，你看现在那个外国的那些啊天文学家，嗯，星球学家，他整天去找那个星球，其实是不用找。嗯，找来做什么呢？最近那一粒都要整三分之一的光年，你知道一个光年的概念是什么吗？如果我们坐那个飞机去了，嗯，大概是一百万年左右，我们去到了。啊，去到了地方了，有可能吗？逻辑吗？肯，完全是不逻辑的。你去找另外一粒地球是不逻辑的，所以几乎，人类是不可能做这个星球移民的，对不对？那个是大自然的力量，是不是这样讲？大自然的力量就是，其实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太阳系，它打造了这粒星球出来，我们这粒地球出来。40多亿年前，它就慢慢的进化了。嗯，进化下来，它要去掉的，它就去掉。嗯，它要原本要放出来的，它都放出来了。它有了那个火山，然后火山蒸发那个水分进来，它就造成了一个大气层。嗯，有了那个大气层的时候，我们人类才慢慢都还没有在的。第一个来到世界是菌。第一个生物来到是菌，来到这个地球的生物是菌，然后菌慢慢的进化，有了海洋的菌，有了陆地的菌，然后慢慢的进化，有了那个植物，那么植物慢慢的变化嘛，你看植物它本身也是一个菌来的，然后那种菌一路在进化，进化到一个时期，慢慢的有了小小的动物。那个是昆虫类的那些东西，然后昆虫类就一路在进化，因为它们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慢慢进化了，就有了比较大型的那个动物，那个大型的动物也是在很像那个恐龙大灭绝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了，它灭绝过后，然后我们人类就开始，他们其实以我们讲那个叫做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就是10000年左右，那时候的人类眼睛大大的，那个手长长的，有时候呢人类是有两个手，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意识，我们还没有那个知识，我们还没有智慧的，那时候那种人类是跟动物一起住的，它跟动物是一体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人类了吗？那个是动物类吗？动物类慢慢进化的过后，才让他们吃的东西，比如说 OK， 一个猩猩和另外一种猩猩就他们就掺了上来，就生出另外一种动物出来了，就是那个叫做进化论，那么进化论它就一路在进化，然后有了比较好的品种，就是科学家讲我们人的祖先就是猩猩嘛，猩猩进化了这个原始人慢慢进化才到了人类嘛，是不是？这个是逻辑的一个科学来的，那么我又问题咯，猩猩从哪里来的？肯没有人他包扎包出来的嘛，对，肯定他也是经过一个动物的进化论来的，对，然后慢慢才有了我们的人类，我们人类讲回10000年左右，我们的人类一路在进化的时候就有了这个五经了，建国。然后我们有了这个科技，有了高楼大厦，然后又产生二氧化碳，是不是一个塞个来的？它是一个循环，对，一个循环的。不过这个循环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我们碰到了这个二氧化碳还有这个地球的温室效应，你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多我刚才都讲了，不是我们弄好那个环境干净，你可以解决到。那个温室效应，当温室效应一出来的时候，它上了1度，它会造成了什么？它上了2度，它会灭绝了很多的动物，到5度到6度最多，我们整个地球就灭绝了，就是温室效应不是自然而来的，都是我们人类的意识活动，每一天我们的意识活动，很像最近刚刚昨天前天我看到那个新闻，很多人恭喜阿里巴巴，他就怎样讲啊，他就那个
双十一的那个教育，双十一节，他好像两分钟是吧？几百亿了，是吧？他的教育，真的全世界人都恭喜他，恭喜他什么呢？他很成功，他的买卖很快。不过以我们的做环保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大问题，然后新闻昨天出来了，那个环保世界环保的那个环保组织他们开始讲话了，嗯，因为你想象一下，他们造了几多吨的那个垃圾，嗯，他们造的垃圾的之前，他们造了几多吨的那个产品，嗯，那个通通都是二氧化碳，嗯，人类不需要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意识活动就快了，嗯，快了，我们的地球灭的时间就快了，也增加速度，也增加了。我时常讲的有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来的，嗯，我不知道在这边现场直播啊，如果新闻已经出了的我敢讲，如果新闻没有出来的我都不讲，那个环保组织就新闻就出来，很像那个第八台播还是什么，就讲那个垃圾怎样解决，那个温室效应怎样解决啊，他们算出来等于他们一天的时间等于下来要中回的那个撤回的这个二氧化碳啊，那个过程啊，他要71棵树才撤回那两个小时的二氧化碳，71棵树，森林，嗯，才撤完那两个小时的二氧化碳，你看是不是很矛盾？我们不是讲它不好，只是人类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做企业的，对，你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大家的嘞，不属于是谁的这个世界。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你占有那个地方，是政府就要保护你的，法律，你不可以讲有一些人类那个法律不保护你，没有的，人类其实我们是很伟大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很难得才来到这个世界，像刚才我讲那个宇宙大爆炸，整个过程我们来到这个地球，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来源。来到这个地球过后，我们产生的很多那个二氧化碳就是人类的欲望一路在产生他们要的东西嘛，其实很多东西是不需要的，如果你讲不需要又有一点奇怪哦。大企业他们要养很多工人嘛，因为如果我讲我不做一点企业出来，我怎样养我的工人呢？我的工人没有工作，他们怎样养他的家人呢？我养不到他的小孩子又怎样呢？未来他们的生活又会怎样呢？那个要搞清楚。其实我们不要忘记环保这一块的生意。其实我们人类这样辛苦来到，应该我们要打造好我们的地球给我们留给我们下一代有一个好的那个概念。其实我们来到这样辛苦来到，我们赚了这样多钱，如果那个灾难来的时候，你看中国其实经过不少的灾难的，真的不少的灾难，不只是中国，很多个世界都不少的灾难碰过了，怎么我们不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一下呢？你看我们读书读医生读科学读那个律师读会计师，什么都有的读，其实我们一定要下来给我们下一代一定要有一个环保的概念，那种教育，因为如果这个教育不放出来，我们人类未来很大问题，怎样讲大问题呢？老爸赚了很多钱，不过下来孩子就活住那个地方是很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钱能做出来的咯。那你看你赚的很多的钱，很像刚才我讲的日本，他那个苏拉米来的时候，原本他们是明天还有很好的那个计划，很好的机会，他有大人有老人有小孩子，他哪里有想到那个灾难一来就灭了，就等于你的企业有是不是白做呢？对啊，肯定是白做了，你就等于没有做过了，那么不是很矛盾吗？应该我们下来的世界要打造环保，环保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养我们很多
我啊那个工人，嗯，那个工人也是可以养育他们的孩子，然后我们教育那方面呢，就要有带出那个环保的教育。嗯、如果这个教育没有，就等于我们没有铺一条后路给我们的孩子。嗯，那么你活就有意思吗？嗯，对，赚了很多钱，整天面对那个病痛，嗯，整天面对那个灾难，嗯，整天面对那个问人的意识的问题。你看、嗯、最近那个香港做么他们会发生这样的事，嗯，就是缺乏了一种教育，嗯，啊，那种教育是人教育是人类做出来的吗？做么你不要改变我们整个人类的思想，可以改变的，就是从哪里改变，就是那个环保那边改变，嗯，就是改变我们人类下来的哇那个意识的活动，嗯，当他们懂了之后，我们就不用再做环保。怎样讲不用再做？你教育了他怎样做环保，他已经懂得怎样做环保吗？嗯，你还要做环保吗？他已经自动了了，小孩子，嗯，就是当他自动的时候，一代传一代，那么那个环保那个环境就。不一样的环境又出来了，就是讲讲到我们讲那个佛教可以讲一点点吗？可以啊，可以啊。啊，你看佛教释迦牟尼佛讲了什么？嗯，西方极乐世界。嗯，其实它不在西方，就是在我们的地球。嗯，我们不要等着我们死了才去那个西方的极乐世界。嗯，死了去哪里都不知道了吗？嗯，还要西方极乐世界吗？有道理。我们要打造现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对、嗯、那个世界。对，其实我们要教育那些人，他们的意思是很会尊重对方的。嗯，我们人类每天做的东西都是有贡献的。嗯，那么我们活就是不是很开心？嗯，那个就是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喽。嗯，啊，我们不要等到一个 question 来的，一个是问号来的。嗯，啊，其实人家讲人间天堂。嗯。其实人间天堂已经跟你讲了啊，这个就是天堂了。嗯，我们不要等一天死了才去天堂。嗯，我们要打造这个地球变成了天堂。嗯，就是要怎样要改变我们的思维。嗯，如果你们的思维不改变，你怎样有一个好的天堂，没有可能的嘛。嗯，你看有人去做慈善。嗯，有人去偷去抢。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嘛。嗯，对，这是很逻辑的，这个小孩子都懂了。嗯，就是我们人类又缺乏了很多人类教育。嗯，你们读书的教育是读书的教育，我称呼那个教育叫做 super money。 怎样讲是 super money 呢？嗯、okay, 做金融的我一路去找钱。嗯、做那个企业的我一路生产去找钱。嗯、我读、律师的我就做律师去找钱、嗯、养育我们的孩子。我做医生的一路做医生，你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机器人咯，萝卜咯，他每天重复再重复再重复做同样的东西。嗯，就是是不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呢？是不是我们要改变这个思想，就是我们要打造另外一个星球出来。嗯，那个星球讲的人是很多的，其实你看很多人在讲了，你上网哦，这个地球不可以住了，这个地球有问题了、嗯，那个北极南极了，那个冰雪都融了。嗯，啊，那个世界慢慢会很像讲那个印尼那个什么地方啊差不多要淹没啊，加卡达那边要淹没了。嗯，啊，其实很多人已经算出来了，那东西他知道了，做么、嗯、你不会问题，那个人做么会淹没呢？嗯，就是我们人类弄那个地球的暖化，它就淹没了。嗯，这是一个是大自然来的嘛，是不是？那么。讲的人很多，你要怎样去解决？嗯，那个才是重点。对，你想解决那个二氧化碳呢？嗯，你想解决那个温室效应呢？你肯定，你讲是讲那个问题罢了。讲问题是非常容易的。每个人整天讲那个问题，嗯，他没有讲那个解决的方案。对，啊，解决的方案那个才是重点。嗯嗯，那于是呢，我们就可以你看刘慧官博士，其实他不只是一位发明家，不只是一位科学家，他更是一位哲学家，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啊，都是冷教，就是他讲的东西都是有一点点深度，所以这一个直播你们看完，你们一定会重播的。嗯，那么怎样才能够所谓的真正保护到地球呢？于是在这两年，可以说这两年嘛，刘博士就发明了一个完全可以解决地球温室效应的一个产品，对，一个科技，一个科技。那么讲到这个科技，就是我们每天讲的那个压缩机。啊，在中国我们称呼那个东西叫做压缩机，压缩机在马来西亚西方国家就叫做 air conditioner。 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都认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是 aircon 空调，对，但是其实空调也是最危险的，对，科技很有问题的一个科技来的。不过人类就很享受这个冷气。对啊，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冷气那个构造的那个过程是怎样的。其实冷气里面冷，有很多人都懂得这个道理的。里面冷，其实外面一定要热。它外面的热要比里面的三倍。它要三倍的热外面。外面一般的压缩机，我们讲两个马力的了 ，two horsepower， 它大概在中午的时间，它是保持在55度左右。我就说我们室内我们开16度到18度的话，我们室外的那一个 compressor 其实是55度以上。55度以上。看它几多台，如果独立一台来讲，它是在55度；如果它是一排几十台的，它是在60度左右。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地球最好是保持在25度，就是最美的最美的地球。然后你要想象一下那个冷气，因为我们人类很聪明的，一路在利用地球的那个资源来打造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目标就是百多年前有人发明了这个压缩机，这个冷气机。冷气机啊，就是现在全世界大概是21台在跑，每一天21台那个压缩机在放那个热气。21个台左右，它每天在放了。你看，很多人以为那个西方国家没有放，其实西方国家更多啊，因为人类放热气机没有，他们也是冷气机来的。因为有那个四季嘛。到了热天的时候，他们那个热的时间是那他们的热度也蛮高一下的，在40度左右。他们也是需要到那个压缩机。如果在我们这个东南亚非洲这一带，一般都是长期都热的。那么压缩机的问题是在哪里？里面会冷，因为外面会热。你看21台每天在放那个热气。你看我们驾车，可能我们去一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我们会停下来。停下来那个发动机就停了嘛。冷气一般都不停的。他们人类尽量越冷越好。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是政府已经是compulsory讲，政府已经下规定了，不可以开少过25度。比如说这个Australia他们已经有了，中国还有台湾还有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都是用在25度里面的。意思是说冷气机的这个温度要调在25度啊，这个是一路以来政府在讲的东西。但是25度也不会冷啊。这一般正常人都要低过25。如果在我们这个东南亚的地方比较糟糕一点。很糟，不是比较糟糕，是很糟糕。很糟糕啊！他们一般都是调到16度，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棉被要盖到上那个颈项的。其实这个是很奇怪的，就是缺乏了教育。真的缺乏了教育。你看你在那边冷，很舒服，很爽。然后他没有想到那个地球在那边吹热气。当地球吹那个热气的时候，他搞到那个北极南极的那个冰雪一融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改完了。当它融的时候，它是这样算的，5个灾难是这样来的，比如说龙卷风、风灾、地震、
啊，那个水灾和那个旱灾，是怎样来的？北极和南极就是我们的那个冷气嘛，就是它等于就是我们的冷气机了。地球本来有 aircon 的，原本它有两种 aircon， 一种就是北极南极的冰雪，就是我们的 aircon，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树木，树木也是一种 aircon 来的，然后你看，当你一放热气的时候，它上温了几度两度，它们的冰雪一直在融咯，当它一融了，整个世界就热了，整个世界热的时候，就搞成那个灾难就来了，它怎样来的呢？当一热一冷一放出来的时候，一碰到我那个热带的国家，它一冷一热一碰的时候，加上我们太阳出来吸那个蒸汽的时候，那个 momentum 嘛，那个速度的时候，它增加了那个风量，那个风量增大了，当那个风量增大，你看这几年，你看去年那个广州和那个香港，你看它的风力几大，是超级大的。你看最近日本的，它可以去到台风是十度的台风，比十度更加高的还有，就是人类很有。其实人类是没有错的，就是那个过程缺乏了这种环保的教育，就是我们要降温降温那个灾难会降下来的，那么那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雪那个冰融的时候，它去了大海，那么大海的时候太阳一出来，它就吸那个水分嘛，当它吸的时候，我们的云层就很厚了，我们的云层现在厚了以前的很多，当那个云层厚的时候，它要怎样呢？它一定要掉回来的嘛，下雨，那么要淹的地方是淹到很沟里的，因为现在下的雨不是很小的雨，不下就不下，一下就会下很大的雨，就是搞成那个淹水哦，还有那个龙卷风和风力，就是冷的一碰，加上那个太阳吸那个水分的时候，那个冲力，增加了这两个风力。还有那个热带的地方肯定更热咯，因为都不够冷了嘛，很简单的道理来的，原本热的地方会更加热咯，就搞到你种植都不会生了，因为它太热了有很多人没有，很多人知道那个压缩机是那个 compressor 是热的，它还有一个东西很多人没有搞清楚，就是你播放一个那个 meter 那可能你看一看这个播放给大家看一看，那个热的那一个有吗？放了的，放了的，慢十秒。OK，你看回那个表，你看它在55度左右，那个压缩机出来的那个热气，然后那个我们叫做湿气，其实那个很重要的那个湿气其实要来做什么？那要来种植。你看原本的压缩机，它的湿气在20度，它的热气在55度，它已经完全就将这个我们的那个大自然已经颠倒了，颠倒了。你看它在一个10度、20度左右，当那个热气一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实验的，你家里的压缩机，你种一棵树，在它的前面，那棵树保证死定。如果你有用的了，那个压缩机一天用8个小时了，一定很热啊，肯定，而且衣服放水都没有用的，衣服放在那边很快干啊，是吧？就是讲它会吸走那个植物的水分，然后它放那个热气出来，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问题，对然后我们研发的那一个可能要放出来，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吹冷气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不需要的那个热气往家里外面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大厦后面几乎都是 compressor。那么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有一种产品、有一种发明的出现，让你本来装在家外面的，其实也可以吹在你家里面？有没有想过这一个问题呢？所以呢，在我身边的刘博士就是发明了这一个环保冷气机和环保冷气压缩机在马来西亚我们叫冷气，那在中国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在爱奇艺看到这一个直播的话在中国你们是叫空调的，对，
那么在十年前，我讲一个小故事，是十三年前。十三年前我就碰到一个朋友，在这个八达岭这一区。然后我就跟他喝茶，喝茶我们在一个咖啡店的那个走廊，在马来西亚是很多那个走廊放桌子喝茶的嘛。那么我就坐住那边跟一个姓杨的朋友就喝那个咖啡。然后刚巧对，你看那个人行路是排两边的那个 end lot， 就在他的中间。那么对面这一间就是那个舍伦来的做头发的。然后他就放一台压缩机在那个墙壁。刚巧那个压缩机就吹到我们的桌子，是很热的。因为我本身是很比较喜欢热的人来的，我就就没有怎样去管那个热是几热咯。然后那个杨先生坐下来，他就讲：“喂，这么降热的地方你就坐住。”我讲：“我习惯了，因为我公司在那边附近，我其实一年我在那边喝茶不会少过200趟了。”我都是坐那个吹热风啊，一直吹那个热风的。然后当那十三年前那个杨先生讲：“喂，周末你坐住这个地方喝茶的。”然后讲：“我都习惯了啊，不过一正常的人都顶不顺的。”因为他不是很热了，因为他离开是无扯了。不过也是感觉到热的。然后我就顺口讲了一声，我讲：“杨先生不用怕。”我一天我弄到他不热啊。然后那个杨先生就讲：“如果你弄到我，恭喜你。”他这一句下来，我就不可以不做了。只是谈天讲到这一句罢了。然后我就开始用三年的时间去想怎样弄这个东西不会热，怎样弄给那个 compressor 吹不出热风那个压缩机 compressor 不会热的。如果以科学来讲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它一定要够热里面才够冷嘛。这是定律来的，这是科学的定律来的，不可以改的。然后就在十年前，那我就用三年的时间大概去找一点地方怎样可以将这个压缩机可以降温下来。然后我找到一个概念，开始要怎样做的，就是在我的家。现在我住这个家是九年前已经开始挖一个洞。挖一个洞18尺深的。然后它的长是55尺远的，它的距离两个洞上来就是我要做我本身的压缩机冷气机我们讲做我们的冷气机。然后我做出来已经成功了第一个，然后就没有可能下来的人类要用我的科技是要在你家挖一个洞是讲不通吗？没有那个市场了。你的意思是你在你的家挖那个十八尺深的洞？对，拿来做这个研发啊。那个是九年前已经开始做研发了。刚才我讲那个五大要求，就是挖一个洞下去开始就做研发。怎样让这个 compressor 这个压缩机会降温的，然后又拿到那个冷气了。然后已经整个概念做了大概是4年。就建上来了整件屋，不过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第二它没有市场的。因为没有理由你的家要放一台冷气机，我要来挖一个洞你都不肯呢，还要挖18尺深，就是没有市场。然后我就六年前就开始将它缩小。缩小就是那时候也是没有概念的，缩小就尽量去做。然后做到2年前我们就开始有第一台出来了。那个压缩机，我们出来的压缩机是在我们的热度出来的是25度左右。那个热度传统的是55度。我们大概保守来讲，我们降一个25度。降温，然后里面保持一样降冷。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科技，就是我们的叫做 e-compressor。就是环保压缩机。那么这个压缩机其实刚才我讲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企业都不一定要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君子爱财垂之有道，是每一个人都懂得怎样讲的。对，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话的，用之有理。
嗯，啊，你要懂得，你赚那个钱回来，你要懂得怎样去利用那个钱。嗯，你要用在对的地方。嗯，不要很像那个八月份的时候，你看我们马来西亚不是印尼那边整天就是放那个去烧那个巴呢？嗯，原本烧巴的那个钱，那个人已经很有钱的了。嗯，他用之无理。嗯，就是他没有好好利用他的钱啊，他就制造了，他杀了几多的那个小动物，他们没有去想。嗯，就是有时候我讲话会拆开那个话题一点点。嗯，没有关系。你找到那个钱，你就去灭那个动物。嗯，当你灭那个动物的时候，搞到我们的地球又暖化。我们地球暖化的时候，产生很多二氧化碳。嗯，那二氧化碳又给我们自己撤回，甚至他自己也撤回。这个不是一个很不逻辑、很矛盾的一个过程呢？是。啊，就是讲。我们的现在我们这一台压缩机我们可以拿来种植，嗯，啊，我们利用回原有的那个压缩机，现在我们讲市场有几大呢？21台在跑，每一天，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讲，科技跟领域是两回事嘛。那么科技我们有那个好科技，我们有那个一个市场，嗯，其实可以合作的嘛，嗯，就配合上来，我们就用改变传统的人类。在用的东西拿来打造一个环保，嗯，这个环保就是讲我们放出来的那个湿气在60度，嗯，我们放出来的热度在25度左右，嗯，可以给地球降温哦。第一，嗯，第二那个湿度来做什么呢？往后如果人家用我们的这个空调，就是我们的 compressor 冷气机，它可以来种植的，嗯，它家里的那个花花草草啊树木肯定是很美。嗯，保证是很美的。讲，因为我们的湿度够，嗯，就是那个我们原本我们的地球要58到60度左右，嗯，原本需那个是我们地球的那个要求来的，就是在58度左右是最美的一个湿度，嗯，如果这个湿度没有了，就等于干了嘛，嗯，干了我们的地球怎样搞？当这个地球干了，我们整个人类就灭了，嗯，啊，当你再有钱也是没有用了。嗯，啊，你用了很多手法，用了很多手段去找到很多钱，然后就没了。嗯，有什么意思呢？我时常讲了，当一天真的末日来了的时候，你跑的时候了，我给你100万啊，1000万的美金了，嗯，你背住了，嗯，你死得更快，嗯，因为很重啊，你背住你跑都跑不及嘛，跑不来嘛，嗯，啊，那时候那个美金你可以顺手拿来撤吗？不可以的吗？嗯，也死得更加快。嗯，当末日来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什么？水和面包。嗯，啊，如到末日才你还要喝那个珍珠奶茶吗？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没有得选 啊那时候是没有得选，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鸡蛋蛋那边已经看到了，那个就是小末日了，嗯，人家要逃回自己的生命，就是你第一时间你要的是水和面包，因为面包不用煮嘛，嗯，它不用经过高温，什么都不用，它已经你拿上手就可以吃了，嗯，就是它可以救回你一命，嗯，啊，你末日的时候你找到很多钱了，啊，你家里很多黄金了，啊，一条条，我看你跑的时候，王经理一条都不拿，你这一路咋拿那个面包和那些干的东西哦？嗯，那个才救到你的命。嗯，就是人类是不是很多东西搞错了呢？他们那个末日还没有来了，他没有感觉啊。他讲我很快乐啊，每天明天我都去吃风啊。嗯，他没有想到一天真的会来的。嗯，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真的来的时候，我们才去想，怎样搞环保啊？嗯，那时候迟了啊。嗯，环保要提早就要弄好。嗯，然后我们中国人时常讲一句，不要，要去上厕所才去挖那个洞。嗯，啊，没有可能的嘛。对。啊，所有东西，我们人类这样聪明，你觉得我们人类会很聪明吗？你看我们这样聪明，每一天做的东西很像，很不逻辑一样的。嗯，很像在帮手灭地球一样。哎，你我们人类很聪明的嘞，我们有智慧，我们有知识的，缺乏教育，环保教育啊，对，嗯，就是讲我们怎样讲啊，听到好听不好听都是要讲的了，嗯，就是下来我们一定要往这个环保的教育那边增加了这一方面的教育。嗯，其实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
一个很小的一个波方还是什么，嗯，其实这个是大事，嗯，怎样讲大事呢？政府都要跟的这个东西，政府都是人来的，嗯，当他一天不做政府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人，明白了吗？是不是你当政府的时候，你要搞好那个环保，嗯，你搞好环保，你做那个过程，你活住才有意义，嗯，啊，我时常讲三个圣人的，这个是我常讲的。在我们佛教来里面来讲，我们有一个叫做释迦牟尼佛，嗯，在基督教来讲，我们有一个叫做耶稣，在那个回教来讲，我们有一个阿拉，嗯，穆罕默德。其实每个圣人都很好的，嗯，你看圣人死的时候有钱吗？我想问你，没有，肯定没有钱了。释迦牟尼佛剩下一套袈裟，嗯。耶稣死的时候给人家钉死，剩下一块布，他的财产来的吗？好啊，你看那个阿拉，连人都看不到。嗯，你讲宗教可能有，可能没有，是肯定保证有。嗯，怎样讲会保证有呢？每一个人整天都是在拜神，回教每一天都有拜。嗯，耶稣每个星期在拜，佛教每个人每天在拜。你讲他们没有存在吗？他们已经不在了，周末我们要拜他呢，其实他真正的有存在，嗯，然后讲到他们三个都是穷人，嗯，周末你要拜他呢，嗯，你不拜现在的有钱人，嗯，就是等于你有钱你有钱是没有用的，跟你讲，你活住你没有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嗯，圣人就找到了，嗯，啊，我们活住哦，很多钱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了。你看你哪一家有人拜有钱人的？没有的吗？死了就算喽，可能分分钟那个钱他下一代就给花光了。嗯，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哦。你更多的钱你都没有，就是人类搞不清楚。嗯，你赚到的钱，很像刚才我讲，嗯，垂之有道，嗯，用之有理，嗯。后面那一句很重要，嗯，很多人拿到一大堆钱，然后就拿去看医生，看了医生过后就死了，是要给孩子花光了，你不如不要，之前不要做不是更好，不用这样辛苦，是不是做一个普通凡人，嗯，啊，其实人类很多东西还没有搞清楚，啊，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尽量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嗯，啊，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大的宣布，不是一个大的播放，其实我们人类真的要知道多一点这样子的资讯，我们活住的意义，嗯，如果你活着只是早前翻工，结婚生孩子，老了就是很像释迦牟尼佛生老病死，有意思吗？没有意思吗？嗯，就是我们要利用我们最短的时间100年，给我们是100年了，100岁了，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来打造一个最长的意义，就是现在做环保做研发不是用口讲的，嗯，很多人都有梦想，嗯，梦想你要给它成真那个过程你要做出来，嗯，啊，那个是才是真正的环保，就是下来我们人类一定要慢慢的改变我们的思想，嗯，这个每一个父母都要做的，嗯，每一个政府部门都要做的东西，嗯，那你看啊，现在我们有这样复杂的领域，嗯，这样复杂的教育也是可以找到钱救那个人可以活啊，嗯，如果我们将这个旧的概念换去一个环保的一个有思维的世界也是一样啊，嗯，也是一样可以活得更好更健康更完美，很像就是我们人间的天堂，嗯，我们人类原本就是要这个东西嘛，嗯，你活住的是你要很像地狱一样吗？没有人要的，嗯，人家要的都是最舒服最好最干净最美好最平安最安全，那个才是真正我们要的地方，嗯嗯，有道理，嗯，啊，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几多个小时了，okay，还有几宿，还有很多没有讲到了，我们先喝一杯水，啊，可能是下一趟再继续哦，啊，下一趟再继续，嗯，还可以，嗯，你们还要听吗？还有什么要问吗？ 还有就是，嗯，我想问哦，这一个
陈博啊，这个刘慧官博士也曾经上过这个企业家的杂志，另外也出过两本，就是一道光这一本书，中文版和英文版。那刘博士这一本书里的你讲的就是宇宙跟人类的起源到我们的现在。嗯，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写这本书的 ？OK， 这本书是17年前，我开始做环保的时候就有想到了。嗯，就是我觉得我们做生意是找到钱，很像刚才我这样讲了，找到钱是也是给个自己过一点好日子，不过重点是你要回馈什么东西给这个地球和人类。嗯，啊，那时候就开始写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就是讲到人类真正的来源，嗯，还有当我们碰到一天这个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应对这个问题。嗯，啊，我们有了一个开始肯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是必定来的。嗯，啊，到现在我们讲那个叫做 peak， 嗯， peak 就是 peak tower， peak 就是我们的顶峰了。你看我们的手指有长短的，嗯，啊，我们开始的时候从这边，然后我们到了高峰的时候一定要往下跑。嗯，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在 MUSTI Malaysia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我跟几位教授在开会。嗯，那时候我跟他们讲下来我们的科技一定要往下跑。嗯，那个时候2008年，他们每个人在笑我，他讲你都啥的，人家求之不得，要那个科技越高越快越好。其实我讲，要往下跑，要慢来跑，不可以快。嗯，到了2012年，他们才知道我2008年讲什么。那时候就 Europe， 就是那个西方国家 Europe， 英国那个宣布了所有科技要往下跑。嗯，那个德波的 engine， 那个大型的 engine 要缩小，要放德波，要放那个 supercharger，那个 CC 通通要缩小。嗯，因为每一台车每一天都是在烧那个汽油嘛，嗯，汽油放出来就是二氧化碳，你越大放越多，啊，那时候的人要越大越够力越好嘛，其实是错误了，我们要越小，往下跑，不要高科技，我们才可以保持我们的地球的那个生命更长，嗯，啊，比如说 OK， 打一个比喻，嗯，你用一年用完你的精神，嗯，一年用到完不睡觉，我看你分分钟的寿命就是一年后就没有了，10天就过了啊，是吧？不睡觉，就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来讲，我们不可以用到完全用完的，嗯，啊，到一个时候我们就要休息，嗯，我们讲 peak power 下来的时候，嗯，这个是顶峰嘛，嗯，下来我们就要往下跑了，嗯，要保回这给它做一个平衡。平衡这个世界，平衡这个世界是一个思维来的。嗯，思维就是讲我们下来的人类一定要多一点思维去研究这个教育这方面。嗯，因为其实教育是一代传一代的嘛。那么如果下一代我们有一个好的思维，那个环境会慢慢的改变。嗯，啊，就是我们要怎样去开始呢？怎样去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方向嘛。嗯，如果没有概念没有方向怎样去弄，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政府配合嘛，嗯，人类也是要跟我们配合啊，如果他讲我不要我要最舒服最好的，又很难配合咯。嗯，就是教育这方面我们要去改进啊，那个是很重要的。嗯嗯，就是这本书用了17年的时间来写，都是我一生能的东西，一般都是写在里面了。嗯，啊，下来我会写到一本叫做进化论里面的理论。进化论。进化论。其实我刚刚有想要打岔一下。嗯。嗯，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吗？有亚当跟夏娃是吗？啊，那个是宗教的讲法。嗯，啊，你可以问我问题，那个是宗教的讲法。嗯嗯，你认同这个？每一个宗教的都有他的讲法。嗯，怎样讲呢？如果你看回这本《一道光》的书，它里面他已经讲了有了这宇宙大爆炸是137亿年前宇宙
那时候就大爆炸。嗯，当它大爆炸过后，它产生了很多信息。当那个信息，我们讲科学，现在，那个是一个比较玄的东西来的。我们讲科学，有了这个啊、银河系，银河系里面就有了我们这个太阳系，太阳系里面有了一个地球。那个地球那时候是很热，有时候就会很冷，它没有大气层那时候。然后它慢慢有了大气层，有了水分，就开始有了那个植物。那个菌来的时候，那个菌细菌啊，一个菌很小很小的菌，然后就往两边跑，一边是往水跑，一边是往陆地跑，然后慢慢的进化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人。这个是科学的讲法。我们一般都是科学有一点奇怪的东西，一定要你 proof。科学的记录也要搞清楚，300年。他的记录300年不久罢了。我刚才我讲嘛，那个爱因斯坦他发明了电都是在270年左右啊。那么之前还没有科学嘛。那个还没有科学的时候，就是那个叫做进化论。进化论怎么会用这个论字呢？论就是理论。理论。一个理论学来，理论学你可以讲，我可以讲，每个人都可以讲理论。看你的理论逻辑不逻辑。如果你的理论的你的宗教理论逻辑人家觉得哎这个蛮逻辑一下，可能会这样产生我们人类出来的。如果以我本身的理论，我是用科学来解释。就是比较有那个证明。可以 proof 到那个过程。那么回去进化论的时候，那个故事更长了。有机会我下来我会跟你们讲那个进化论整个过程，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非常期待是啊，那个要等下一本书，要等下一趟。好。那么你除了发明这个环保冷气机，环保这个发动机，还有这个救灾车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发明的，就是那不算是一个发明，是你的一个发现，可以这么说吗？就是你解开了4500年的金字塔之谜。对，其实这边就当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里有一个记载。在这本书，就是这本书呢，是去年的这个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皇室记录大全。对。在这一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刘慧官博士揭开了这个世界金字塔之谜。是，那么就讲这个金字塔。金字塔，对。你可以上网在那个YouTube 啊、Google 啊、Facebook，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金字塔的谜。对，很多人都讲是外星人造的对，外星人造的，那个飞碟来造的，那个杂音来造的，等等等等的那个。讲法都有。那么讲呢，其实我们讲回那个逻辑的。你看4500年前那些人都是小小的人。他们跟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高度还有他们的力度跟现在的人也是差不远的。就是一样的。他们怎样拿到2吨2的石头上去呢？他也建造了26层楼高。他的总重量是230万吨。它的重量，它每一粒石头大概是2吨2亿粒这样重。2吨2亿粒，那个意思就是讲很像我们一台班的车这样重。那时候的人讲哪呢？没有可能的嘛。是咯。它还建了20多层楼高。要搞清楚做么它要造，它造来做什么，它怎样造。其实它不是一个谜，它不只是有一个谜，它有很多谜在里面。它每一个人，人家讲每一个人做东西肯定有一个意思啊。那个意思就是很像我们做研发，做么我要开始要做这个东西，肯定有一个东西让你去做的。很像5000年来讲了，我们就当它是5000年。5000年前这个埃及的人做么要建这个金字塔呢？他建来做什么呢？他做么要建呢？他怎样建呢？那个就是他的谜简单来讲，一般人都是讲他怎样建2吨2重的石头。其实在古代他也是有一个科技的。他不用铁链，
它不用机器，它什么都不用，它其实人可以拿到2吨2吨2上来，用人拿人力吗？ 人力来拿的。人力怎么去拿一个2吨的石头呢？其实我有想过将这个4500年前金字塔之谜是真正的是打造出来，我要等那个时等一个时间呢，等一个时间我就会会现实出来，不是讲的，不是 theory 来的，是 practice 它出来。建一个金字塔。金字塔，它是9层楼高，它的总重量是1437吨，它每一粒石头是2吨3的重量，其实你要搞清楚，人类，我们的大脑是有88千巴的，那个是，爱因斯坦说的啊，爱因斯坦说的，人类我们有88千，我们的头脑，其实我们要搞清楚，其实真的我们是有88千。那么在爱迪生发明电的时候，他大概是用到一个13巴仙的左右，现在讲回我们正常人也是在88千里面左右，那么其实88千的意思是什么？还有一个92巴仙的空间嘛，就是其实我们人类很多东西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觉，当你发觉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不是一个奇怪，我时常讲一个笑话的，人家问我，你发明这个东西不在科学里面有记录的，以科学的看法是不逻辑的，很像我发明这个环保这个压缩机，这个 aircon， 他们讲没有可能呢，很多科学家来看了。你一定要热它才会冷嘛，你不热它哪里会冷呢？那么我真的弄到出来是两边，一边是冷一边是凉的，那个已经是真真实实弄出来，吹了一年都没有事，它没有故障，没有什么，对，就是人类有一点奇怪，就是在那个科学的记录里面没有，一般上人都讲没有的，那个就是读书人，我称呼他读书人，是按照1+1=2，我们做科学的是1+1=0，可能1+1=10都可以的，我们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控制我们的头脑的，我们的头脑不是在科学的那个文字上里面的，我们要离开科学的文字上，我讲一个比如咯，当今天我们是在明朝的时候做这个访问了，当我们回去明朝了，就当这个 moment 是在明朝，明朝的时候有电吗？没有啊，没有啊，明朝是大概500年前左右，那么如果明朝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这边开会谈天，然后我就砍那个木头，你一块我一块他一块，每个人一块木头，我就叫你们东南西北跑1个小时，然后跑之前我会跟你讲，你跑1个小时过后，我用这个木头跟你讲话，是明朝啊，有可能吗？明朝时候电都还没有咯，不过今天那个3岁的都会有，都可以哦。那时候没有不等于现在没有吗？那个意思就是讲，很多科技在那时候的科学没有记录有电话吗？对，你如果那个时候你跟人家讲这个电话是没有可能的，就这个世界就没有可能了，就是我们要突破那个科学的，我们做研发，对，做这个发明一定要突破科学很远，你才做到不一样的科技出来，如果我按照科学的算法，我就做不到科学出来，做不到新的科技出来，如果在明朝的时候我讲每一个人一个木头，我看你回去跟那个村长讲啊，我就很像耶稣，就给人家钉死了，人家讲走火入魔啊，走火入魔啊，就是讲很多东西是有可能的，是我们要突破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只是有一个88千罢了，要搞清楚，那么还有92呢，下来我们很多东西还可以研发的，下来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看你有没有那个目标要去改变它，如果你有这个目标，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今天我讲的东西不是一般，你不是夸张了，也是以理论来讲，真的有我就讲有，就是下来我们的世界一定要突破它，去改变它，我们有一天肯定做到，
啊，如果我们不要去想，我们不要管它，就等那个世界来灭我们。嗯，啊，我时常跟我的伙计讲什么呢？我的工人，我讲有问题来的时候，你不要将那个问题搞大，嗯，你要灭那个问题。嗯，有很多人碰到问题，他不敢去面对那个问题，他就给那个问题毁灭了他。嗯，面对不到啊，毁灭了啦。嗯，啊，问题来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那个问题。嗯，那个才是上策。嗯，啊，现在我们的地球碰到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小小的一个发明的开始，有一天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要有那个目标，要有那个思想。嗯，如果每个人都讲啊，没有可能的了，啊，我们做不到的了，就完全零的机会。你做人要有机会，你肯定要去敢敢的去做。嗯，啊，我时常跟我伙计讲什么呢？我工人，第一，我不是叫你去偷，不是去抢，不是去卖白粉，哎，我叫你去做研发，叫你去做那个回馈，我们要想那个东西是可以帮到地球的，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这个是好事来的嘛。嗯，怎么不去做呢？啊，你要改变你自己的思想，你要敢敢去做，有一天你肯定做到。嗯，因为你已经给自己一个机会嘛。如果我叫你做去做一个东西，你连想都不想，没有可能的了。嗯，真他已经跟你讲没有了咯。就是我们要突破我们自己的思想。嗯，就是我们要跟下一代的人讲，就是我们真的要突破自己。嗯，虽然很多很像。这个2002年我开始做研发的时候，很多人朋友来找我，嗯，他就问我，哎，你在做什么？我讲我做研发，做发明，嗯，我要突破。他们讲什么？你做到啊，那些鬼佬都死完了咯，那些洋人国家不会做咩，要你来做咩？如果他一桶水这样下来啊，那个冷水下来，如果没有那个定力，我就没有今天，我就不会做研发了。嗯，就是你做那个过程很多挑战。嗯，啊，我还记得那个人他姓什么，他现在今天还在这个地球上。啊，哇，他那个冷水就很够力。那时候我刚开始，嗯，你没有给我们一个动力，你还讲这样的话，嗯，就是很像也是给他考上来的咯。嗯，人家讲你要突破一定要考。嗯，很像我们小孩子读书一定要考试嘛。考试就是给你升职嘛。嗯，就是你没有考你怎样会进步呢？嗯，啊，每一个东西你要经过一个考，如果没有考你就不会进步。嗯，简单来讲，我们不要怕那个考验。嗯，我们要面对那个考验，我们要突破那个考验。嗯，我们才可以做出一番一个有意义的事。嗯，啊，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嗯，非常好，我相信今天我们的观众都受益良多。那么我们现在线上有100多位观众啦，那么在结束之前，刘博士有什么话是要跟我们的观众说的吗？哦，那么就感谢这100多位的观众今天用了这样多时间来看我们的这个采访，那么就希望大家有机会来讲就可以让自己的家里改变一点点你们的环保的那个思想。嗯，给你们的孩子一个好的教育。嗯，讲讲啊，就是我们唯一做人可以贡献的东西。嗯，就是要看好自己，也看好自己，看好自己的孩子，也要看好这个社会。嗯，啊，因为讲讲呢，人家讲，那个。因为其实我的华语不是很好的，嗯，啊，因为，就是最近这10多年讲会，没有，我本身是广东人，嗯，啊，你可以讲广东话，就是讲广东话比较顺的，嗯，人家讲自家，怎样讲啊？你可以讲广东话，一个自家起国平天下，哦。就是这样的一些自家起国平天下。嗯嗯嗯，那么其实是你要不要开始罢了。
如果你有了这个开始，你可以自驾，自驾就是要搞好你的家庭，给你的家庭有一个好的环境，给你的儿子，给你的下一代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教育，你的下一代才有一个机会出来这个社会，可能有一天他们可以当政府，当他当政府的时候，他可以治国，你治国才可以平天下嘛，平天下啊，你平天下，你要不是一般那种政府现在在做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改变人类的思想，改变人类的教育，改变人类的活动，那一种思想，那么我们下来的世界就是靠我们下一代来打造一个新的环境，这个就是我，这个项目接触的，的一个经验呢，所以非常感谢刘博士今天特别的为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里，我们聊到了好多都关于到环保的课题。那在这里呢，我想呼吁大家呢，就是多多的去支持更加多的环保活动，保护地球，因为宇宙中只有一颗星球是可以让我们人类居住的，不用想到如何移民了，因为你去不了。是吧？我会学你了。OK， 其实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去到。那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我想表示我的诚意，就颁发一个感谢状给尊敬的刘慧冠博士。谢谢。那记得收看 Women TV， 我们下期再见。好，拜拜。再见，拜拜。